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前面，先首过失，讲南教圆宗，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体相作用，做了很简单的介绍。学人贵在开悟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真正体会到祖师大德所说的啊，这部经典当机者是41位法身大师，六道里面的凡夫小乘没有分的啊，小乘到声闻缘觉。那么清凉在苏超里面跟我们讲华严当机的有10类，最后一类呢是凡夫啊，什么样的凡夫？叫大心凡夫啊，也就是他虽然是凡夫，也就是说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但是他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劫啊，他有那么大的心量，心他可以接受化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那就难了啊。我们今天从第二段看起啊，这就是他为我们真的是大心凡夫，主要还是为大心凡夫啊。那么中下根性的人呢，听了也有好处，就种点善根啊。这个上上根呢，也是慢慢熏习成的啊，不是天生的啊。所以长时期的熏修啊，把我们的根性啊也就向上提升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今者同收玄奥，囊括大宗，说经卷于尘中，转法轮于毛处啊。这个就是祖师大德给我们注释讲解啊。一尘一毛里面的含摄就是满教，就是圆宗啊。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的，性没大小啊，没有相对的呀，没有长短，没有先后，一界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一微尘里面有世界啊，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啊，微尘跟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啊，不是我们常识
所说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所以下面呢，就讲啊，开悟了。啊，明者得龙于即日，即日就现前，就是今天。啊，这是上根立智，啊，他一下就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老人家在30岁的时候，啊，19岁出来学习，出来参学，学了12年。啊，当时的印度所有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亲近过了。啊，最后呢疑惑没解开。啊，所以印度的学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举世之冠了。啊，全世界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用的不是科学方法，他用的是禅定，啊，用的是内功，啊，4禅8定，突破了6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这在中国没有啊，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啊，但是6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6道？6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啊，所以世尊把12年所学的呢放下了。啊，在菩提树下入更深层次的禅定。啊，在天亮的时候是夜读明心的，豁然大悟，这个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啊，甚深禅定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3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啊，这个答案不是他想出来的，不是用数学推演出来的，是定中亲自见到的境界。也就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的，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这个障碍没有了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完全显现。这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想成佛，成佛在一念之间，放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就展开他一生的教学的事业。佛家说讲经说法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啊，79岁走的，整整教了49年
啊，所以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啊，那三百余会，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办班，啊，办班呢300多次啊，啊，教学49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典，就是当时世尊为大家所说的一切法，这个法是一切的道理，一切的事实真相。啊，用现在学术分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大类。啊，它有科学、哲学、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5大类呀，把他老人家一生所讲的全包括了。这个5大类都讲到究竟圆满，都讲到登峰造极。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啊，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因为是信德圆满的流露，每一个人到明心见性的时候都一样。啊，所谓是再圣不正，再凡不减。啊，我们现在是在凡夫啊，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有没有减少一点呢？他说没有，一点都没减少。啊，为什么现在相不一样呢？叫迷悟不同。啊，就是此地讲的明啊，明就是觉悟了，明白了。啊，昧就是不觉悟啊。啊，就是迷呀，迷昧呀。不同在此地。啊，觉与不觉啊，迷悟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障碍，妄想障碍了，分别障碍了，执着障碍了，痛苦啊！啊，六道凡夫有这3种障碍。啊，所以自信里头的信德丝毫都不能够流露透露。啊，佛我们称他为佛，就是他完全没有障碍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放下就是啊。那菩萨呢？菩萨放下了2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没放下。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是根呐，起心动念的。啊，阿罗汉也算是圣人，小圣。3种烦恼他放下了1种，执着他没有了，于事出世间法不执着了，他有分别。啊，那6道凡夫呢，3种都具足，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这叫6道凡夫。啊，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觉悟，啊，永远在迷昧当中啊！啊，所以明者，啊，世尊表演的是觉悟了。在中国呢，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表演觉悟了。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觉悟，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本定啊，他开悟时所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起心动念是动摇，分别是大动摇，执着那就是剧烈的动摇。啊，要知道自信本不动摇啊。啊，动摇不是自信啊，动摇是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动啊，自信没动啊。啊，所以从性上讲呢，在佛没有添一点，不多一点。在我们凡夫甚至于到地狱啊，畜生啊，畜生我们看到小的蚊虫蚂蚁，它的自性跟佛的自性是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只是他迷的那个分别执着比我们更严重，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这个分别执着严重到极度，那来生呢，那就跟他们一样了。啊，物以类聚嘛。到哪一道去，不是有人安排你去的。是你的爱好自自然然呢就入了那道了。啊，是你自己去的。啊，贪心恶鬼道，嗔恚地狱道，啊，愚痴畜生道，自然就拒绝去了。啊，喜欢伦理道德的人道、天道，啊，所以你到哪一道都是自自然然。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明了之后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学习啊，真正的目标在哪里？提升自己，这一生在人道，来生到天道。哦，天有28层啊，总是向上爬了啊，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这一生糊涂还搞杀盗淫妄啊，还造恶业，那来生你就落到三途了，你就往下坠落了啊。下面是畜生恶鬼地狱啊，那比人要苦得多了啊。不过现在的人啊，比起50年前的人痛苦，我看至少要加上10倍。比起100年前的人，现在人的这个承受的痛苦的时候，可能到100倍。啊，100年前的人生活快乐啊，悠闲自在啊，心是定的啊，所以身心安稳啊。啊，现在身心都不安，叫心浮气躁啊，这真的啊，而且整个社会普遍都是这种情形啊，心浮气躁，要过得很痛苦啊，身心所以压力太大啊，这个压力都自己找来的，迷的时候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
啊，五祖给他说《金刚经》，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彻底放下了。啊，他的悟跟释迦牟尼佛的悟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这就说明凡夫成佛不难。啊，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给我谈佛法，佛法是智难行易，啊，知识的太难太难了。知识什么？诸法实相，我们今天讲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啊，将来又怎么样演变，这个太难了啊。可是你要是行呢，行不难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马上就成佛了啊。所以凡夫成佛多长的时间，是一念之间，念头一转变的时候，凡夫就成佛了啊。我们的念头转不了，可是懂得这个原理，我们如果能把烦恼转成菩提，也是一念的啊。但是也要明白一些道理，你才能放得下。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常讲，这个是佛法小学一年级啊。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在人道里面说，就得大自在了。那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为什么呢？身苦乐放下了，心忧喜放下了，你们想想看。啊，我们世俗人讲啊，他过的是神仙生活啊。啊，就在你肯不肯放下。啊，这仅仅是执着，放下稍许，啊，放下一点点，就能得这样的受用。那不能放下呢？底下加上昧者，还是迷昧，放不下，那就妄觉与堕生了，你这一生没希望了。啊，你还是轮回心，还是造轮回业，还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一搞的时候，不知道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修。啊，佛在经里面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万味的。佛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又有幸的闻到佛法，可是闻到什么？闻到不开悟啊！只可以说我们得的好处是什么呢？接受佛法的熏习啊，又熏了一遍，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不肯放下了。从哪里放起？啊，佛菩萨、祖师大德
有善巧方便，叫我们从心外法发起，心外之物先把它放下，啊，不要去计较。啊，那我们一般人虽然心外之物想做好事，比如这一次这个四川灾难，我们想捐钱啊，但是听到很多发起捐钱的机构，他钱收去了不一定会送到灾区啊，那我们总是很担心这个钱捐出去能不能到灾区，能不能到这个灾民的手上啊，因为对这些机构不放心啊，算了，不捐了。多不是少数啊。啊，那佛怎么做法呢？佛说一发心就捐，不要问他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啊，不要问这个，你的功德是圆满。啊，那个人如果他要把这个赈灾的钱他吞没的时候，他有因果，与发心捐助的人毫不相关。啊，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分别执着放不下嘛。啊，捐的时候念念想到的时候，能不能真正帮助，会不会给别人的时候啊吃掉了啊，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是你虽然做好事，你是用烦恼的心在做好事，依旧得的果报是烦恼，你心不清净的，你怎么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从外财的时候把你内心的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外是个形式，从外面是影响你内心，内心的时候也不再执着了，你真放下了。那如果外面舍掉了，我内心常常念叨我捐了多少钱，这个钱有没有的呢？你没有放下了。啊，连修福都修不到。啊，别说修慧了。啊，这也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智慧。啊，你叫他委托他用他，你就不能怀疑他。你怀疑他的时候，那你就不必用他。啊，你觉得这个人不可靠，那我们另外再找个人。啊，中国从前传统的教育，好啊，圣贤教育啊，圣贤人对人怀不怀疑？不怀疑。为什么呢？圣贤人肯定人性本善。那佛不怀疑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啊，现在社会乱了，圣教吧没有了啊，人都学坏了啊，虽然是由善啊，善心有觉性，可是现在呢，善心觉性不当家啊，当家的是什么？当家的是贪嗔痴慢，当家的是自私自利啊，所以这个社会
就像巴西预言家所讲的，啊，他讲的话好像最近啊有很多人提起，啊，逐渐的，在从前是不理会，啊，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真的？啊，这个资料我们学会有，啊，他的预言是讲到2043年。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年，就是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0几亿人，像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啊，他这30多年当中说，世界上的人会死掉10分之8。啊，10个人当中8个不存在了，只能留2个。啊，这什么原因？啊，恶业所感啊！这30年当中，天灾人祸。非常的频繁，灾难呢非常的严重。那有没有救呢？这个问自己，不问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回心向善，就有救。啊，断恶修善。啊，在佛门里面讲得非常具体，啊，决定要吃常素啊，啊，素食，不吃众生肉，不给众生结恶缘，啊，这个理道理很深很深，啊，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呢，是古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是量，无量，佛。是智慧，是觉悟。啊，所以说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上有很清楚的说明。啊，他用2个字来讲啊，解释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讲得好。啊，他把它解释成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光是形容空间，寿呢是代表时间。那么我们讲时间跟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全包括了。啊，那光呢又是智慧，啊，寿是德行。啊，常常念这一句，用意是用意把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念出来。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没有啊？你说有没有？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有啊，是你心想生的。你心里头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这理论的依据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你心现的，极乐世界是你心造的，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心性识别的。啊，我们用的什么心呢？我们用的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心，变现出这个境界呀。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东西都放下了，不要了。啊，我们用无量光明的心、无量寿命的心去建造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或者呢，再给你说的贴切一点，这是佛经里面的高等科学了。我们能够把娑婆世界，就是这个苦难的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这个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把这个世间现在一些不善的人转变为诸上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自己造的啊，不好不要厌恶，是我自己不善心所变现出来。我那个心要一转善的时候，这世界哪个不是善人啊？啊，没有一个不是善人。啊，我们用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善人。用怀疑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有问题。用恶念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坏人。外头就有没有善恶？没有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啊。这些话我们引用很多啊，它叫净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啊，在自己的心啊。啊，净是什么？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没有善恶，善恶是自己的心，自己善心对，没有一样不善，一切人都善，一切事都善。啊，用不善的念头看的时候，一切人与事都不善，这是真理呀。你能从这上修的时候，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见性成佛。啊，如果永远在怀疑，啊，永远在打疑问，那就是昧者妄觉与多生。这一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也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带疑惑，就生边地。啊，他那个带疑惑就是他还真肯念，那他怎么能往生呢？啊，他对极乐世界怀疑，但是想我试试看，我就认真念，看看能不能往生。哎，他也往生了。他也念到功夫成片，真的往生了，这个生边地。啊，他不是不念的，怀疑、不相信、不肯念，啊，不肯非常认真的念，那就不能往生啊。他的这个往生像赌博一样，啊，压下去，哎，中了很好啊，不中就算了，这种心态生边地。啊，所以他也非常认真努力去念佛，啊，没有决定的信心，啊，是这么一个状况。像慧智者善于恶已，啊，就慧也，啊，就是能体会宗旨，啊，真正能体会。啊，这个宗旨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啊，他能够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啊。啊，是真的吗？真的。啊，移山倒海算什么？他能够创造宇宙的力量啊。
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他心性是变的。那这个转移山岳算什么呢？啊，所以要正干。啊，众生都在造业，我一个人真的能转变到境界，对众生就会有帮助。啊，他在破坏这个地球，我们在保护这个地球。啊，如果我们有保护地球这个力量很强大，啊，它的破坏幅度就会小。啊，这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地区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啊，如果所有学佛的人都能够认真的所施念佛，啊，来祈求啊化解灾难。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样灾难就轻了，就不会很严重啊。啊，这个我们要努力啊。啊，我们也根据佛经所说的这些原理原则。啊，所以在庐江，我的老家，啊，发起护国惜灾三时息念的法会，就是专做三时息念，啊，做49天。啊，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灾难的时间太长了，啊，灾难太严重了。49天不够，我说那要多少天呢？至少要700天。哦，我一想呢，49天是7个期，700天是100个期，有道理，100个期是大圆满呐，7个期是小圆满的，大圆满，那当然产生很大的力量。那我跟寺院里的老和尚啊，方丈老和尚商量啊，他也很欢喜，立刻就同意了啊，所以我们就决心做100个期啊，100个期2年多的时间呢，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的啊，这个心才发。你看四川这个地震啊，出现了啊，这个振幅北京感觉到了，上海感到了，香港感觉到了，台湾感觉到了啊，云南感觉到了，我们安徽那个地方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是奇怪呀，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地震测验站，没有测到，才发心呐，才开始啊，这是感应，佛法里面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啊，更有信心，更认真，更努力，天天修忏悔，天天改过，天天自新啊，希望在100个期当中首先自己成就啊，因为细念法事是名扬两利，他是专修净土的。那这个道场每一天有8小时讲经，念佛堂24小时念佛，啊，细念法事每一天做一堂，以这些功德了
回向来化解灾难。啊，我们正在做啊！啊，我们相信会有效果，相信的时候会能够啊，把灾难减轻。如果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道场都能像实际禅师一样啊，能够发起100个起，啊，请讲经的法师。请不到，这个能解决啊？我们现在用光碟嘛，啊，现在大家学习的、共修的都是在学华严，那我们可以提供华严经的光碟啊，每天至少听2个小时，那能听4个小时就更好啊，其他的时间念佛。做30信念，每一个道场都能够做100个起，我相信啊，我们不但是中国，亚洲地区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记住这个事情。啊，如果附近有道场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提出请求。啊，我们会全心全力协助。啊，至于邀请做30信念这些法师，啊，大家仪规不熟悉呢，可以到汤池去学习。啊，这个仪规很简单，我相信认真的学习，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候就行了。啊，好在这个道场出家人呢。都有唱念的基础，啊，不难学会的，啊，这100个起，啊，巴西的预言家说今年9月，啊，13号，他日期都说出来，啊，他说在中国南部南宁到这个海南岛当中会发生9.1级的大地震，会引起30米高的海啸，这个海啸会冲击到日本、韩国。啊，那我们就晓得，在这个地区的水域，啊，中国的远海，啊，到韩国、到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下面是越南，通通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不是一个小灾难，啊，比这个四川这个更要严重，啊，他也说得很好，在这个大地震之前的2-3个月，会发生很多，啊，这个地震，啊，9月才有大地震出现，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我们也不必害怕，啊，我们认真努力，啊，依照佛菩萨教导我们去做，啊，希望我们化解灾难，我们不逃避。啊，8月9月，我会住在香港，我不离开这个地方。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9.1级，如果降到5.1级，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受灾难的时候，那个不大，啊，这个伤害不会太严重。如果真的9.1级，就麻烦了。啊，他的预言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他说大概死亡的人数会超过20,000，财产的损失的时候可以达到500多亿。啊，许多高楼的会倒塌掉，啊，会死20,000多人，啊，所以我们预先知道，就预先做保护的工作，啊，端在人心的，啊，我们要认真断恶
修行，啊，把我们的毛病习气通通转过来，啊，要放下，啊，看看四川这种状况，能不放下吗？啊，地震的时间只几秒钟，生命财产全都完了，哪一样是自己的？沉着还有一口气在呀，多做好事啊！这才是正确的啊！多做好事，救济一切苦难众生啊！自己只有一个目标，提升自己的灵性。要提升灵性，一定要放下烦恼习气。啊，别人骗我不怕，让他骗，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古人说的很好，吃亏是福啊，不肯吃亏不肯上当的人没福啊。啊，什么都不要计较，啊，尽量做好事。好事里面无比殊胜的是圣贤教育啊，我们认真努力学习是好事，帮助别人学习是好事啊。古圣先贤的遗产在中国最大宗的就是四库全书啊，三藏经典啊，啊，这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啊，啊，所以我听说商务印书馆要发起啊，这个再印四库全书，我听到这个讯息，立刻就向他订100套，啊，做什么呢？送给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啊，特别是大学图书馆里面收藏啊，提供给学文学的这个同学们做参考啊，供养他们呢。啊，我还向这个书局建议，啊，四库里面有一些常用的，啊，我们还讲儒释道，啊，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对佛教非常尊重，啊，所以佛教的经典呢，没有编在四库里面，特别另外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啊，他把它分开，这个是特别尊重啊。道家的呢在四库里头啊，所以四库里头有儒有道啊，我向这个书局建议啊，把儒重要的典籍、道重要的典籍选出来印一套，那个分量就小了啊。四库全书啊，现在是精装1500册，那这样子印出来，儒跟道印出来，大概100册就够了。那100册，这个成本就很低了，可以大量的印，提供给学儒学道。那学佛呢，有大藏经，啊，大藏经我们印了10000套啊，啊，这是真正保存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啊。更重要的是要办学，是要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人才不要多啊，每一家能有3-5个啊，儒有3-5个孔子出来，道有3-5个老庄出来，
佛有三五个释迦牟尼祖师大字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就兴旺起来了。啊，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现在社会反应良好。啊，山东大学要办学院、书院。啊，我听得很欢喜啊。这个书院是就是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书院起了个名字，啊，血庐书院。啊，血庐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别号。啊，他是济南人。啊，对于儒释道啊，确确实实他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在台湾极力提倡啊，功不可没啊，所以济南就用他的名字来做书院啊，做书院的名字，血庐书院，在设这个书院设在山东大学里面啊，确实是稀有难逢。啊，我们听到是无尽的赞叹呐！啊，我们热烈的支持他！啊，这个对，啊，把祖宗东西还是要继承下来，啊，积，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古人这两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啊，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就向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去迈进。啊，学佛的人最后的归宿，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就这会的，真正能体会到宗旨。啊，那不会的呢？是拐宗，这宗是宗旨啊，啊，拐是违背的，不能体会的，自助难入啊！啊，自助是分量极小的，啊，你都没有法子切入，啊，这是实话了。在我们现前的社会，不能跟唐朝时候相比啊！显首大师是唐朝时候人呐，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是黄金时代呀！啊，他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相去1000多年了，啊，至少有1400-1500年。啊，人的根性远远不如前人。啊，那个时候的大德还有这种想法做法，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啊，他说，这一寻辟王告，免抵旧账。啊，这个这一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这是有很强烈主观的观念。啊，我以为，回过头来呀，辟是越南呐，往是往昔呀。告示圣贤教诲，回过头来还去找圣贤呢，找他们的遗教啊，免敌，免是缅怀的意思
我们还是怀念呢过去旧账啊，古圣先贤传给我们这些典籍啊，要到这里面去寻找啊。第一是阅读，啊 ，P 也是阅读，啊，要回过头来找祖宗的圣教。为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啊，这为什么？因为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的东西字字句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没有禁锢，都是用。超越空间呢，不但在中国管用，在全世界哪个国家都管用。那我们现在不说别的吧，我们单单我们都在找啊，也是走回头路啊。我们学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5000年前啊家训的集大成啊，每一家都有家训，在家谱里面都有记载啊，啊家训家规啊家道家业都在谱里头都有记载。啊，这一些呢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家规的时候，等于说共同必须遵守的。啊，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成功了。没有人不欢喜啊。啊，外国人的去参观去考察深受感动。啊，去到那个地方去参观考察的外国人非常之多。这就说明他超越了空间。啊，现在人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安定啊家庭和睦啊，说明他没有古今，这才叫经典啊！你看看贤首过思讲到真正修行啊，真正能把圣教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到古圣先贤典籍里面去找啊，这是指出我们方向，你到哪里去找啊？下面这就回归到大放光佛化缘了啊，被三藏之虚玄文凭无尘之妙之啊，这个被是完备啊，是具备啊，三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教诲这个文字玄妙之文啊，文艺都玄妙。那就到哪里去找呢？前面是找古人呢，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哦，到三藏里面去找，到五尘里面去找。凭是一品依靠五尘的妙智啊！啊，宗旨都是讲修学的纲领，现在讲的是原理原则。啊，我们要一品，那特别是华严是一乘圆教啊，但是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啊，真有这个？有啊！你看看，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不是《华严经》吗？啊，它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菩萨的十大愿望，文殊的十波罗蜜，这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十大愿望第一个离尽诸佛，称赞如来。这两句里面包括了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这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观经的净业三福，跟这是同一个支派的啊，不但是同根呢，同一个支。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受持三规，居住中戒，可以教化了一般世俗大众啊。啊，他这个里头完全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大经里面属于这一类的教诲啊，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啊。啊，这是说他写这篇文章因缘啊，就为什么要写一篇文章啊？他的文章依据的是啊，三藏啊，五尘，凡此必消，却意复全啊，这是他取舍的态度。啊，太繁琐了，他把它简化。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学起来容易，啊，太深的呢浅说，太繁的呢化简。啊，意思缺的，啊，不是缺。意思有，讲得太深了，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大师在此地的时候，他把它补出来，啊，恢复他的全貌，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虽则创机无疑，宽乃心规有据，穷资性海，汇笔行林，这是讲他写这篇文章啊，他的一个理念啊，方法先介绍给我们。
这一篇文章不是佛说的，首先这个纲领，这六个大纲，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这个大纲纲领，杜顺和尚的。所以这即祖师的遗教，即大经里面的精华。它有根有据，我们对它没有疑惑了。况且呢，先规有据，先人的规矩，有凭有据。穷自性海，都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慧比行林，慧是慧通，行是修行。修行的法门非常多，像森林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比如说林它都能会通啊。你看这么简单，六条，别局六门通归一贯，六是别，六是多，一是回归，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六门就是一门，一门就是六门，一多不二啊，但是一定从这六个方法的时候，让你很顺利的回归还原，望尽还原了。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我们这个望啊，放不下了，不能尽了，可是要努力。凡事起头难，到你起头真放下了，你会感觉到放下很快乐，放下很自在，放下很轻松，你就很喜欢放了，就是起头难，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他放不下。他执着，执着什么？执着自己身是有，是一切万物是有，不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般若经上虽然听得很多，可是不起作用。般若经上给我们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念得很熟啊，随时可以说得出来啊。可是还是很认真啊，没有一样肯放下了。这一句话熏习的力量薄弱，我们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起心动念全是迷，听到佛经的时候会点头会欢喜，可是一遇到四相的时候呢，佛经全不管用。那么祖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我们非常认真努力，循着这个路走，可以帮助我们放下，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回归于自性呐。参而不杂，一即皎然。这个参是多，下面讲六条啊，六条不杂，有条理，有次第，有秩序，
啊，一即就是前面讲的一观，说明说呢，方向跟目标是相同的，丝毫没有差别。啊，教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幕后两句是他期望看这篇文章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啊，对他的一点期望，即凡迷反迷方，情同小日啊，即是希望啊，回头啊，我们从迷的这个方向回过头来，向觉悟。啊，小日是早晨的太阳，啊，太阳刚刚出来了，啊，黑暗的没有了，阳光出现了，啊，希望呢，他这篇文章能产生这个效果，啊，配道君子，福而相言，这是很谦虚的话，啊。有道的君子们啊，福是福差啊，这是很谦虚很客气的话啊，他这个提纲真正学到的，看了之后会同意，会劝大众啊，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啊，也会呢，把这些方法详详细细解释清楚，详。杜生和尚提出来啊，经过云华先生发扬光大了啊，以后先生的弟子清凉啊，清凉的弟子是宗密，是华严五祖啊，代代相传呐、啊！啊，学华严宗的人没有不学这个方法的。是经略明此观，总分六门，先列明后广辩、嗯。啊，先把这个六门。介绍一下，以后一门一门的来细说。第一个是显一体，这个一体是一句，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以什么？就是一一体。啊，众生迷，迷在哪里？不知道一体。这个一体是宇宙是一体，万物是一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他说的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自信是万法的本体，自信是一，万法是无量无边啊，
是自性生的。诸佛菩萨对于这桩事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疑惑。我们六道凡夫啊，是迷而不觉。对这个事实真相是丝毫都没有觉察到。如果真的觉察了，哪里有人我呢？哪里有是非呢？真正觉察到了，我们很清楚，善人是我们善心所生的，恶人是我们恶心所生的。现在这个世间，善人少，恶人多，那就算一句话，我的恶心所多，善心所少，不是这么回事情吗？确实是一体呀。你就不会责怪他了。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外面境界自然会转变。怎么个变法？那你首先要相信外面的境界真的没有善恶。欧益大师讲的话有道理，是真理。净缘无好丑啊，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好丑是非善恶好丑从哪来的？是我自己心里变现出来。这个话现在人讲难以相信啊！如果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你恍然大悟。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讲的呀，那是事实真相啊！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这里头有是非善恶吗？念念成形，成形现象啊，现什么像啊？我们今天所看的宇宙就是像现象啊，这个像是在生灭的，生灭的速度太快啊，它里头哪有是非善恶啊？哪有好丑啊？行行有时，这句话重要啊！有时什么？因为它是一体，一体痛痒相关。它有感应呢，这就是因果所以佛家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它就有这个道理，因为它有时啊。行行有时，因果就不空。所以你真的要能够清楚明白了，你看到了，看到就见性了。性在哪里？这刹那刹那生灭的相就是。性相不二，离事也如。为什么会有好丑善恶生起来了？我们的善恶的念头这桩事情非常难得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呢，
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水是矿物，真的就是那个念成形，形有实，把这个实现出来了。啊，它并没有起心动念的，我们一善感，它就现象，啊，现非常美的相；我们一不善就感，它现的就很难看的相。岂不是好丑在于心呐、啊，不在外头啊。啊，我们今天在环境里做不了主，被浸迷了，这个错了。所谓圣人，就是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他自己能当家做主啊！啊，他知道万法皆空啊！啊，一切法不可得啊！啊，到这个境界，啊，纵然没有成佛了，已经到成佛的边缘了。再向上提升一步啊，就是啊，原来就是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是表演给我们看，也就是贤首大师这个六门，啊，善财童子参访的人就是用六门。啊，没离开，有体有用。啊，体这是总的理论的依据。啊，所有一切法门的根源，体是什么呢？自信清净圆明体。跟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坚信说的话一样，你看六祖开悟头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所以他开悟讲的那个四句话的时候，第一句是体啊，啊，这个体呢，这个题目有生灭。他第二句讲本无生命，本不生命。啊，那你要是真的体会得了，你对于生死的念头啊就破掉了。啊，这个世间人贪生怕死啊，没有生死。生死是假的，幻想。啊，没有病苦。病苦什么？病苦是业障。那业障是你有分别有执着，它就有。你哪一天分别执着没有，业障就没有了。就是你想的时候它有，你不想的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会有森罗万象？自性里的本自具足。化而如，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里头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那你要去找它的原因，找它的理由，错了。为什么呢？你起了分别执着了，你迷了，你什么都不找的时候觉悟了，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人家在问的时候，你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样一样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一个人出个难题把他难倒。
啊，什么原因？自信智慧现前。啊，一切万法不离自信，所以见性的对于一切万法完全通达明了了，没有障碍了。那么从体起用，啊，起用两个用，啊，这个从体起用后面会讲清楚为什么会起用。一念不绝啊，这个一念佛法里面叫无始无明。无始是没有开始啊，你看，哎呀，这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你就错了，你完全迷了，你迷的病很严重的，没有开始，就是现前一念，现前，所以现前一念绝，不就成佛了吗？现前一念迷，所以迷就是当下的一念，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就是这么一念。那我们现在麻烦的是念念都迷，前念迷，后念也迷，再念也迷啊，这一弹指啊，多少个念头呢？弥勒菩萨给我们讲320兆的念，念念都迷，那再接着下去还是迷，一迷到底。真相是如此啊！哪一念绝了？一绝，一切都绝了。啊，慧能大师表演的时候全绝了，再不迷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时候全绝了，表演给我们看。啊，什么绝呢？不再过问了，没有疑问了。啊，疑问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的，你才跟自信相应，自信全体大用，完全付出来了。一个念头起的时候，马上就明了，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就起二用了，这就起两种作用了。一种呢，海印森罗常住用，这什么？就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的五句话里头，整个宇宙出现，不是大爆炸。你看佛法讲的是这宇宙怎么出现？一念。啊，为什么会出现呢？能大师讲三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所出现的东西，通通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这个很难懂，所以我们举这个万花筒做比喻。啊，把万花筒比作自信，啊，比自信，万花筒里面藏的几个碎片呢，就是能生万物，能生万法，啊，它并不多啊，可是你这个万花筒怎么样转，你怎么样看，啊，1000个画面，10000个画面，100000个画面。到无穷无尽的画面，没有两个相同的，找不到两个相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妄念没相同的，所以他现的法就不相同，道理在此地啊。那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是呢？是妄念变现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妄想分别出来，没有边际，无量无边呢，所以的变化就无量无边。啊，它这个数量恰是相等的，成正比例的。啊，这第一句讲整个宇宙现前了。
第二个呢，是你在宇宙里面的起作用，法界圆明自在体，自在用。你对于整个法界是圆圆满满的明了啊，自在啊，这是谁啊？这是佛啊，化身菩萨了。也就是说，虽然起心动念了，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它的作用就是圆明自在。那如果一有分别执着了，圆明没有了，自在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在一念不绝现出的境界，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十报庄严土。这个里面的大众个个都是化身，化身大士啊，圆明自在啊。如果他起了一念分别，马上就下降，圆明自在没有了，那就变什么呢？从十报土啊掉下来，落在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十法界的，十法界上面四圣法界佛菩萨圆觉声闻，这个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它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的，那个分别很轻把分别分为四个等级，最轻的佛，其次的菩萨，再其次的圆觉，再其次的声闻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没有善恶，他没有是非，他没有邪正，这个他统统没有，对立点他都没有所以他也算是净土我们成为圣人了声闻缘觉是小圣这个往上去的时候，佛菩萨是大圣但是他不是真的佛真的佛是化身菩萨。那个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都断掉了他超越十法界了，他到一种，他到十报庄严土了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都有，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里面的生成天有28层天，越往上面去执着越少，越往下面去的时候执着越严重，轻重不同分别执着特别是执着执着这个念头很轻的往上升，执着的很严重往下堕落，就这么道理这两种作用那我们要往上升呢，就放下执着要往下面坠的时候，那执着就严重。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劝我们随缘，不要攀缘，攀缘是执着。
啊，所以呢，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执着，他执着是他的事情，他分别是他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随他，不要去跟他计较，提升自己。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就真相啊，你就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白。啊，透彻之后啊，你不但身外之物你放下了，什么都不计较了。啊，真放下。连这个身也放下了。真放下的时候，生死没有了，疾病当然更没有了。啊，放下贪嗔痴慢疑，病就没有了。佛讲啊，这五个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里面没有病，外头不受感染。啊，我们凡夫。自己不知道，自己入了个境界的时候，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看到你的身体是透明的，啊，为什么透明？没有染污，起这两种作用啊。啊，这两种作用都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你一念善，能跟一切善神，啊，菩萨去感应道交；一念恶呢，能跟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感应，他周遍法界嘛。啊，你看讲三种普遍啊，一者一尘普周法界遍啊，给你讲一微尘，一微尘是物质的基本，现在讲基本粒子啊，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微尘积聚的啊，要把它分解开是那个数量可观呐、啊、数目字太大了啊，不止亿万呐、啊、啊，为什么每一尘里面都含着有圆满的心得啊，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具足圆满的德能，具足圆满的相好啊，这是具足，没有邪啊，一起心动念呢，就是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它就现出来了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屏幕一样，我们电视把它关起来，像在不在？有啊，啊，看不见了，影。那把按钮打开了，它就现出来了。不是说打开了它就有啊，啊，不打开它还是有。啊，不显啊，不显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起心动念它不显，不显那叫什么呢？我们净土宗教它做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净土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我们看的一幕，
但这个荧幕不是黑暗的，光明的啊，长极光。那动一念呢？动一念就现了，画面就现出来了啊。要知道画面现出来时间很短啊，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用秒来计算啊，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把它换成秒啊，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1280兆分之一秒。数目字太大了，这一秒钟啊，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啊，电影放映机的时候，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是一秒钟的24分之一，24。那我们现在现实的这个境界，我们六根所接触到这个六根这个境界，是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秒，你看看，这弥勒菩萨讲的啊，这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明白《般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是真相啊！无论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它生灭都这么快速，比光的速度大了啊！所以光也是自性变现的。啊，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科学啊，所以一微尘里面它有整个宇宙，就是自性里头圆满的这些性德，它一点都不缺啊，大小宝儿啊。第二，一尘出生无尽变，都是举一尘出生是变现啊。一尘普周法界变呢，可以讲隐，可以讲现啊。但是出生呢，出生是显啊，就是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出来了啊，没有限量啊，没有边际啊。第三个是一尘含容空有边啊，一微尘里面它里头包含的容纳的空有，是指一切万法都在其中啊！啊，一微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啊！所以佛如果跟你讲，跟你说究竟圆满的法，只要拿一粒微尘就行了，就圆满了啊！一微尘之外，无有一法可得，也无有一法可说。这个都是讲啊，从体起用啊，讲到现象啊。下面这个是这个三段，行四德，入五指，起六观，
我们怎么还原？前面讲的是根源，就发心。啊，我们现在怎么回去？啊，首先行四德，随缘妙用无方德，这第一个。啊，我们要学无方，没有一定的现实。啊，为什么没有一定呢？它随你的念头在变化。啊，妙用，有而非有，空而不空，这妙用啊！啊，空能现象。那有有不可得，啊，于是你就要懂得随缘是正确的，完全与自信性的相应，啊，诸佛菩萨，这不必说了。声闻缘觉，你就看到他随缘了，啊，他就不执着了，啊，所以他自在呀，啊，没有成见，啊，能恒顺众生，啊，众生起个念头，他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念头是。这个念头就是在六道里的因果的循环啊！我们一般人讲的很粗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几个念头都如此啊，念念是如此，他怎么能脱离了轮回啊？可是呢，一觉悟轮回就没有了啊！永嘉说的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限。就怕你不觉，一觉就醒过来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迷的时候，就是有六道轮回；觉悟的时候没有了，啊，六道就不见了。啊，六道不是真的，这是教我们修行总的原则。啊，要随缘。啊，然后具体告诉我们呢，第二个是威仪主持有则德。啊，那这个就是你要重视戒律，重视道德，重视伦理，也就是我们讲，就是像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给我们做一个好样子，就这个意思。你了解之后，你要想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回头，你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